我哋今日信息咧就係神喺異教徒之中咧行了大奇事啊，係非常之奇妙嘅，萬物都係神嘅手中，我哋嘅生命喺神嘅手中。如果我哋行曬神嘅路咧，自然就得福嘅。咁我希望大家都會有個心話：神你咁勁，我真係要行你嘅路，聽你嘅説話，親近你。嗱喺近年嚟咧，係有好奇妙嘅、好大規模嘅某一個異教嘅信徒咧，信主嘅運動係大規模嘅。咁咧喺19世紀末開始嘅，咁咧喺之前咧係真係好少好少，或者我哋唔知道。咁亦都咧唔係好多人去到嗰啲地方去宣教。其實咧宣教運動，如果大家知道咧，係19世紀嘅宣教運動係比較重要嘅宣教運動嚟嘅，係開始基督教裡面圈子咧宣教運動比較強烈嘅。咁之前咧係有天主教啊，同埋基督教都有，不過咧唔係咁強嘅。至到喺19世紀，咁咧就係因為有啲人祈禱，佢睇聖經睇到咧，喺耶穌未翻嚟之前咧，福音要傳遍普天下。咁咧喺嗰時候咧，神就感動好多人。咁其中咧係，如果大家有聽過咧，喺劍橋就有四個大學生咧，佢哋就喺度嗰日祈禱，佢哋一路都有祈禱嘅。但係嗰日咧忽然間落雨，佢哋結果就要匿咗去一個草嘅，即係一啲草房啊，即係啲可能啲喂牛啊、養牛嘅地方，就喺嗰度祈禱，即係個情況比較困難嘅。但喺祈禱過程咧，佢哋好大被神嘅感動，結果咧佢哋就興起好多人，包括佢自己在內同埋好多人咧成為宣教士，咁咧帶動不同嘅地方嘅宣教嘅行動。咁咧喺呢一個異教裏面咧，喺到20世紀末啊，即係喺19世紀末至到20世紀末咧，總共有13次呢個佢哋嘅信主嘅運動。但係喺2000年開始做到而家咧，即係佢呢個計算至到2012年咧，12年之間已經有69次呢個信主嘅運動，好奇妙嘅，即係嗰個增長係好明顯嘅。亦都咧，我聽到一啲不同嘅消息係有，即係有神特別開路啊，亦都好多人感動，好多人熱心。咁我今日嘅信息係乜嘢咧？第一就係我哋欣賞神嘅工作。第二咧就係我哋可以點樣有份，我哋可以為佢點祈禱，我哋可以用信心嘅奉獻支持，我哋都可以有人咧參與喺一啲嘅短宣裏面。咁其中我係聽到咧有一個地方咧，我而家會嘗試去嘅，就係有一個地方咧係喺所有呢啲群體之中係一個屬於安全嘅群體去宣教嘅。咁我係會準備會去嘅。咁咧即係其實亦都俾我睇到咩咧？就係末期要嚟，已經嚟到神喺末期要做更奇妙嘅事，就係我哋睇到喺12年嘅時間，居然有咁多嘅呢啲嘅信主嘅運動，即係呢個末後嘅日子，神要做更大嘅工作。咁到底我哋嘅反應係乜嘢咧？好多基督徒咧有一本書咧叫做《末日決戰》啊，咁咧就係有一個人叫 Rick， 忽然間唔識呢個 last name 啦。咁咧佢咧就係佢睇到異象，睇到異象咧就係喺末後嘅日子咧就神嘅精兵出嚟爭戰，咁啊爭戰即係去拯救靈魂啦。咁但係咧有好多兵係點樣樣嘅咧？佢啲盔甲係穿咗窿嘅，係有好多傷痕啊。咁同埋咧有好多咧俾魔鬼攻擊嘅。咁嗰啲魔鬼攻擊咧，佢唔係仲係用唔信嘅，係用基督徒啊。佢就睇講到有啲基督徒咧就孭住咗邪靈喺佢背脊，咁咧就嗰啲邪靈咧就口吐一啲嘅液體啦，喺嗰啲基督徒身上，呢啲口吐咩咧？係啲攻擊啊、批評啊、踩低佢哋啊，以至咧基督徒同基督徒之間話你又唔夠好啊，你做得唔好啊，你又軟弱啊，跟住咧佢跌低咧就仲更加踩佢，你睇下你跌低啦已經，即係未跌低咧就攻擊佢投訴批判，然後當佢跌低之後咧就話就踩低佢。即係其實有時基督徒都無緣無故咧，係會做一啲咁嘅事情嘅。咁呢個咧係好可惜嘅情況。咁但係神咧末後要興起一啲咧係醫好傷痕嘅。其實神醫我哋唔緊要嘅，所有人嘅傷害唔緊要，所有困難唔緊要，我哋靠住耶穌就可以企穩。咁咧處理生命，跟住我哋就可以被神使用。喺呢個末後日子，可以俾神使用嘅唔多，好多基督徒係唔。即係完全未準備好，咁我求主俾我哋睇到神嘅工作咧，就會真係話神啊，末期到
我哋就預備好自己，能夠俾神去做更大嘅奇妙嘅工作。嗱，呢啲咧就全部係啲啊，即係基督教嘅啲嘅刊物啊。咁我就將嗰啲字咧，大家睇到嗰啲字體唔同咧，就即係改咗字噶。其實就係咁呢度係講到乜嘢咧？神奇異嘅異夢啊，異夢同埋異象咧，帶領大批嘅異教徒信靠耶穌，有好多呢啲嘅異夢咧。其中我都有涉錄過一個喺香港嘅，即係佢就唔喺香港經歷，佢喺第二度經歷。佢嚟到香港嘅時候，佢分享咁咧，就係喺睇到異象，耶穌同佢講嘢，由佢信咗耶穌嘅。咁由呢度咧就講到喺孟加拉有好多呢啲異教徒咧，信主嘅人數持續嘅增長啊！這個咧就係即係另一個嘅刊物嘅。咁由呢個咧就基督教今日報，咁咧就係講到乜嘢咧？係啊，喺呢個死亡威脅之際啊，喺呢度睇到死亡威脅之際咧，呢啲異教徒咧紛紛受洗啦，讀神學建教會喎，喺受逼迫嘅情況，嗱點解佢哋會咁大膽咧？即係好多基督徒咧喺平安穩妥日子咧係冇咁嘅膽量嘅，喺平安穩妥日子咧就會好擔心，死啦！我份工點咧？我婚姻點咧？我前路點咧？我家庭點咧？就好多呢啲事情。但係當佢喺呢啲咁嘅困難，喺好多難民潮啊，好多困難嘅情況咧，根本佢哋生存咧已經覺得好幸運啦，即係好有幸我能夠生存，所以佢能夠俾神用咧，佢哋係非常之勇敢。呢、這個情況就好似初期教會啊。初期教會他們受逼迫，很多人都扔落獅子坑啊，被殺死啊，但他們反而呢愛主的程度更加強，因為在那時候他好像什麼都沒有。所以呢在這個情況我們看到真的很多異教徒，他們紛紛居然受洗讀神學建立教會，是一個受逼迫的情況。當然當中也有很多軟弱的，但也有在裡面興起一些很強烈的人。有時有些人說哇，這麼多這些這樣的強暴的行動反而咧係令至好多異教徒信耶穌，點解咧？因為佢哋失望啊！點解會咁樣樣咧？點解佢哋會咁樣做啲咁嘅嘢嘅咧？咁嘅時候咧，令到佢失望，失望嘅時候咧，佢就去揾呢個真神。佢哋有好多不同嘅故事。如果大家識得英文咧，你可以睇到，你都可以咧設定有可以睇到英文字幕，咁你可以睇到講到佢哋咧好多尋找，佢哋唔係一下子信耶穌嘅。他們會尋求神啊，他們啊尋求神去見啊，即係神就俾佢睇到異象，或者他們喺度思考。咁咧就其中一個咧就係咁嘅，佢嘅上級俾佢一個命令，命令喎、啊，佢哋嘅幾個佢哋嘅教徒一齊命令佢，你要去讀聖經，又揾出有咩地方攻擊，去攻擊佢。咁佢話我唔想做呢樣嘢，因為佢哋嚟講，佢哋係覺得睇聖經咧會入咗迷噶。但係咧上級吩咐你一定要做。但當我越睇嘅時候，佢越發覺係真係呢個係真神嘅説話。咁結果咧，佢就當佢同上級講嘅時候，上級就懲罰佢啊，驅逐佢啊。結果佢就離開咗佢嘅宗教。咁亦都有好多人不同嘅原因啊，有啊去尋找，佢發覺有啲唔對路嘅地方去尋找而得到嘅答案。咁啊，即係其實喺呢個時候，好似好多難民咧，睇上嚟好似係好絕望。但反而咧，呢啲難民會更加會反思啊！當然唔係個個都反思咯。咁呢個基督教論壇報咧，就亦都有講到一啲異教徒佢哋傳奇嘅信主喎。咁咧呢個人叫福阿伯，係一個牧師嚟嘅，火熱向佢哋咧傳福音嘅。咁呢個傳書商月刊咧，亦都講到咧為信耶穌而逃命啊！呢、這個前嘅異教徒咧信主嘅經歷啊，即係其實中文都有，英文就更加多嘅。咁呢個係一個數字嘅顯示啊！我將佢 convert to Christianity from 乜嘢我遮蓋咗嘅，即係1,000,000人轉信耶穌。咁而嘅國家咧係有好多不同嘅國家，我將佢裏面寫出嚟。咁有啲上面嗰啲比較熟悉啊，阿富汗、印尼、伊朗、印度、俄羅斯、德國、法國、孟加拉、沙地阿拉伯、肯亞、土耳其、美國，即係好多呢啲地方咧都有好多呢啲嘅人咧係信主嘅。我哋睇聖經睇下神係掌權嘅神嚇，神係掌權，一切有佢計劃。有時有啲人睇啟示錄覺得好驚，但係神係掌權，佢一定會保守祝福佢嘅跟從佢嘅人。不過喺末後嘅日子係會測試，會分辨啊，邊啲係真信徒，邊係假嘅信徒，邊啲係真係咧，只係想淨係想得到嘢嘅，因為係真係委身跟從神嘅基督徒。
因為耶穌話有人要跟從我就當捨己，天天背佢他嘅十字架，背佢嘅十字架來跟從我，就係邊個人係真係跟耶穌咧？就係、是、背起十字架跟耶穌嘅。邊個人想跟佢，就係、是、背起十字架跟耶穌。但係好多人咧就只係諗到我有病，所以我跟佢咯。我需要醫治，所以我跟佢啦。這個冇問題嘅，神去醫治釋放係好嘅。不過佢唔係停留喺醫治釋放，神係想興起更多人。我一齊讀下以賽書四十章十節。主耶華必像大能者臨到，他的膀臂必為他掌權，他的賞賜在他那裏，他的報應在他面前。詩篇七十二篇八節，他要執掌權柄，從這海直到那海，從大河直到地極。這裡呢講到神的好像大能者臨到，他的膀臂為他掌權，他是執掌王權的，而他的賞賜是給在他那裡，他的報應在他那裡，他會賞賜所有聽他話的。就算我們一杯涼水給一個小子，神都賞賜的。任何我們為神而做的，神都歡喜，神都賞賜，神都祝福。所以我希望大家呢都真的知道神掌權，所以我們全然跟從神。我自己就覺得真的世上的東西追求是人是沒有把握，同埋你得到都是不外如是。你吃到的東西，你享受到的東西，你玩到的東西，得到的東西，有些人未結婚好想結婚，結婚之後不外如是，跟很多婚姻都很類似。除非你很努力建立 的時候呢，你才能夠有好的婚姻的。很多人就覺得很夢想這些東西得到，但得到的時候發覺其實不外如是的。你問很多人，你一生人過了之後，你覺得有什麼最神奇的？我想想都不知道有什麼是這麼神奇的，即除了是信耶穌的人真的有生命改變，祝福很多人。如果不是做過工賺過錢又捱女仔，他們通常形容捱女仔，然後就結婚生仔，是不是真的那麼滿足呢？又是很多的困難。在個整個人生的過程，是不是真的那麼滿足呢？很多人都是說到的，都是勞苦受煩，轉眼成空，我們變而飛而去，就是呢，即一切都是要過去的。那神要執掌王權，從這海直到那海，從大河直到地極，神全完全掌權的。那神有什麼屬性？我一起讀，神完全掌權，神能夠在絕境幫助我們，我們信從神就蒙福，就是神什麼都掌權，全部掌權，他能夠絕境，即是說這些人這麼難信耶穌。那時候我在神學院，那個教授說真的魔鬼很有效啊，使用這些人，他們的宗教以致難了很多人信耶穌。但是即其實他都說，他說那些宣教士去到的地方是怎樣呢？他們去到的地方呢，不是向那些人傳福音，是向那些已經是信耶穌的人傳福音，經常都是保持那班已經是信耶穌那班，那是做不到真的外展的。但是現在來說，很多反而有時有些有錢的宣教士，因為有些有錢宣教士有人形容，他說去到外國好像皇帝那樣，他們因為他有美國或者一些很有錢的國家的薪金去到這些貧窮的國家用的時候，他真的那些是真的即是好像千萬富翁去到那個地方咁嘅，所以咧佢哋根本咧啲錢係好多好多，佢哋唔會好謙卑啊，即係用一啲好願意委身啊嗰種嘅方式去宣教。咁但係咧喺呢個時代，我哋見到有好多嘅基督徒咧，佢哋係好困難，但係佢都願意去做嘅。神完全掌權，喺絕境啊，使用呢啲人，祝福呢啲人，以致呢啲人咧成為好多人嘅祝福，帶領好多人咧。他們是信主，就是他在困難之中，而這些信主的人也在困難之中是跟從神。那這個神就能夠掌權，那我們的回應是什麼呢？我們就信從神就蒙福，神一定要賜恩，因為賞賜在神那裡，他知道誰是愛他，他一定會祝福的。好了，在以賽書十九章十九節，是不是容易記？十九是不是容易記？希望大家記得，因為這個經文一直到這一章的尾是講到很特別，神呢在首先是埃及，有亞述就包括現在的中東很多國家，還有在以色列有他奇妙的工作。我們一起讀一下以賽書十九章十九節，當那日在埃及地中必有為耶和華築的一座壇，在埃及的邊界上必有為耶和華立的一根柱，這都要在埃及地為耶和華萬軍之耶和華作記號和證據。埃及人因為受人的欺壓哀求耶和華，他就差一位救主作護衛者拯救他們。我們繼續讀下去，
耶和華必被埃及人所認識，在那日埃及人必認識耶和華，也要獻祭物和供物敬拜他，並向耶和華許願還願。耶和華必擊打埃及，又擊打又醫治，埃及人就歸向耶和華，他必應允他們的禱告，醫治他們。當那日必有從埃及通亞述去的大道，亞述人要進入埃及，埃及人也進入亞述，埃及人要與亞述人一同敬拜耶和華。當那日，以色列必與埃及、亞述三國一律，使地上的人得福，因為萬軍之耶和華賜福給他們，說：埃及我的百姓，亞述我手的工作，以色列我的產業都有福了。好特別喎，埃及是神的百姓，這裡這樣稱呼，亞述是神的工作，即是神要在亞述做很大的工作，而以色列是神的產業，都有福了，全部都有福。這裡有一個地圖，這個地圖就是古代的這個亞述國，亞述國有勢的時候，這段時間就勢的深綠色，這個時間就這個灰綠色，跟著這裡就黃色，這個黃色就是亞述國曾經有的版圖。而包括國家包括什麼呢？伊朗、伊拉克、敘利亞、黎巴嫩、巴勒斯坦、以色列、約旦、沙地阿拉伯、埃及，這裡全部的地方呢就屬於即亞述，就亞述呢就有通道去埃及的道路，即是說將來呢會在亞述的地方通去埃及，埃及就通去亞述。那到底的意思是什麼呢？即是說其實首先呢是埃及人悔改信主，然後跟著就是中東這些地方信主，然後就激發以色列，因為那個次序我們先看到就是那個次序是這樣。我現在看回那些經文，在那個埃及中呢就會有為耶和華築的一座壇，這個壇可以是一個禱告的壇，即是一個親近神，因為現在今天已經不是需要獻祭的，有一個神呢，即是神會感動這些人去築這個壇，不過他們要敬拜神是有原因激發起的。咁亦都根柱，咁呢根柱咩意思呢？即可能一種記號啊，即有個 sign 咁樣樣，一個 sign 一個記號，就會講到即係信靠耶穌啊咁樣嘅 sign。咁咧就喺埃及嘅地方咧，為萬軍之耶和華作記號作證據喎，呢啲係作為一個記號同埋證據。埃及人因為受人嘅欺壓，哀求耶和華，即係佢將會受到欺壓。其實埃及而家都係有好，即係有好多基督徒噶。咁不過數目咧可能即係唔係好多，咁佢咧就可能有啲嘅欺壓，或者係有啲恐怖嘅活動，以致咧佢哋會哀求耶和華，受到啲欺壓去哀求耶和華，神就差遣救主作護衛者拯救佢哋，去救佢哋。咁呢度咧就係俾我哋睇到神咩屬性咧，一齊讀啊！神善用困難，神感動人尋求神，是救主，我們凡事尋求神。即是神是很厲害，他善用什麼困難，什麼困難他都懂得善用，然後神就會感動人去尋求神，賜救主的。那我們於是我們就凡事尋求神。這次我的經文到底，有些人會說這個在耶穌來的時候就應驗了，這個就是差遣救主，就是講到耶穌來的時候。不過因為他講到中東，在耶穌來和耶穌之後，中東都不是很多人信耶穌。如果你看回《使徒行傳》，是不是保羅是去歐洲的，他沒有去中東的，即是中東的國家是他沒有去到的。那你也在那個地方基督教是不是即是那麼興旺的。那所以這裡講到呢，在亞述通去埃及會有這些這樣的通道，然後這樣的祝福，這個就是神的，即是在末後的日子是現在未曾發生的，現在是一定肯定未曾發生。我們大家都打開眼睛，用留心用心去聽，去想到神的子民的需要，有這個心對神的話語的尊敬。即是說神善用這些困難，在這個困難之中，不是神令到他們逼迫，不是神令到有這個恐怖活動，是人犯罪，所以有這些恐怖活動，有這些逼迫，但是神會善用這些情況，神都知道了，神掌握了，掌握了一切在他的手中，不能夠走掉的。那又在這個困難，神就會感動人去尋求他，他會感動人的心會悔改，神就將救主賜給他們。所以我們怎樣凡事尋求神，譬如香港是另一種的軟弱，雖然香港有很多的聚會，
不過香港人有另一種軟弱，就成日都想登醫治，成日都係追求恩高，但係追求之後又好似冇乜行動咁樣，生命嘅改變唔大。呢個需要復興嘅，其實香港有足夠嘅資源做好多嘢嘅，真係其實嚟香港嘅港元真係多到不得了。不過嚟完港元嗰啲人又好似食完呢一餐又揾第二餐啦，下次幾時嚟啊咁啊？點解再有一餐好食啲啊？呢個唔夠勁啊，呢個第二個勁啲先得㗎咁。咁食完又係點咧？又係冇改變嘅。咁所以求主幫助啦。好啦。耶和華必被埃及人所認識，在那一日子埃及人必認識耶和華，獻祭物和供物，這個呢可以指到是講到獻感謝為祭，去讚美神，去親近神，去向耶和華許願還願。其實我們洗禮和很多時候都會有許願，我們不是好像以色列人那種的方式，但我們很多時候都說神我願意愛你，很多時候都會這樣的，神我願意服侍你，這個是許願。咁你許願有冇還願咧？有冇真係去做咧？咁就係佢哋會向神咧許願還願。咁咧耶和華會擊打埃及喎，即係佢哋會有困難，但係有困難又醫治喎。因為人咧係咁嘅，我用廣東話有句説話，即係唔好意思啊，賤骨頭啊，即係未擊打咧，未困難咧，就唔識得悔改嘅。佢一擊打咗咧，即係有好多人都話：哎呀，病一病，哎呀，我嗰陣時健康真係好啦。哎呀，我真的要悔改了，我真的很多很多罪，很多軟弱，以前完全健康的時候又不懂得去親近神，又不懂得去侍奉神，到了有困難的時候就懂得醒悟了，在這個時候他擊打又醫治他，那他就歸向神，神就應允他們的禱告就醫治他們，所以這個復興就是由他們的擊打然後醫治他們，就回到神那裡了。那這裡我們再讀神的屬性，神完全掌權，神能夠在絕境中幫助我們，我們信從就蒙福了，即是神掌權的，他能夠絕境，他幾困難都好，埃及人幾困難都好，神都可以幫他們，信從神就得福了。然後呢，那天就在埃及通去亞述有個大道，我們都尋求神，其實呢現在很多地方都有些通道，有些很多開路，我去到這些中東的地方，我發覺這些地方那些路是很多很難的，即是很多 很難的路，但是呢其中一個有份的就是中國，中國去到很多地方起路，寫著中國的工程在個整個牌上，那就是這個其中的中國的計劃。其實呢所有人做的事呢是走不掉神的手指，由舊約開始，如果大家記得但以理書第二章，但以理書第二章，我希望大家有讀過，講到一個人像，金頭巴比倫，銀胸波斯馬代，銅腹希臘，兩腿是羅馬，咁咧就呢四個帝國是預備耶穌第一次嚟嘅，就是神會用呢些事。我簡單咁講啫，巴比倫咧就掳掠以色列人，讓佢知罪，讓佢知道佢哋需要神。然後呢馬代波斯讓他回來去重建了，回來重建了。然後希臘呢就做了一個很特別的事，就是一個亞歷山大大帝，有沒有聽過亞歷山大大帝，他很喜歡希臘文化，他去到哪個地方做了一件什麼呢，就會放一些希臘的老師在這裡，就教導他們這個希臘文，當時這個希臘文這個語言是很廣闊的，所以後來保羅傳道和基督徒傳道是容易很多，因為有一個共通的語言，有點像我們今天的英文，我們今天的英文其實很好用的，所以希望大家有機會你學一下英文，你看 YouTube 的影片都幫助大家，你聽跟回去講，你就會講的英文更加好，即是神就會用希臘，波斯就讓他回去，真是神推，我們不加後面那兩個字，神推推他回去就重建，為何會讓他的人回去重建他 的 聖城和耶路撒冷聖殿呢？為何會這樣做的呢？這個真是神推他 去做。然後希臘呢就會這個語言預備將來傳福音，跟著羅馬做什麼呢？就是起路，很多我想大家聽過了，條條大路通羅馬，就是他們起了很多路，所以後來通四圍去是容易很多的。今天都一樣，今天有通道，這些通道可以使用，將來就使用，可以四圍去傳福音。好了，就有這些大道
進入亞述，進入埃及，埃及咧就會進入亞述嘅地方，同埋佢哋一齊敬拜神咯。當那日以色列同埋埃及同埋亞述三國一律。嗱，佢呢度其實嗰個意思咧，都係個意思係啊，即係唔係咩律啊，唔係律法嗰個律嘅，即係佢哋一齊三個國家一齊。但係咧，我哋發個次序邊度先啊？唔係以色列先啊，埃及先啊，埃及先又到咩啊？亞述啊，然後就激起以色列人嘅嫉妒啊，佢哋就然後咧，佢哋就悔改啊。我哋都求神去憐憫，神嘅計劃喺呢三個國家，呢唔係三個國家，呢三個地區咧，神要做嘅工作，使地上嘅人得福喎。跟住係點樣啊？呢三個國家點樣啊？使地上嘅人得福，就係佢哋會更將神嘅恩典臨到喺列國之中。當我哋見到好大規模嘅呢啲人去信主嘅時候咧，係可以預備耶穌嘅翻嚟啊！好啦，呢、这個神嘅屬性一齊讀啊！神能改變中東，神能叫仇敵變為弟兄。我們已經配合神的計劃，就係神能夠改變啊！咁困難嘅地方，神可以改變。神能叫仇敵成為弟兄喎，即係呢啲本來係仇敵嚟嘅，但可以變為弟兄。而我哋咧應該配合神嘅計劃，就係話我哋想行喺神嘅計劃。你越行喺神計劃，你越得醫治，越得釋放，越得祝福。我希望大家都去配合啊！嗱，其實我以前一路做牧師咧，係完全冇諗過宣教嘅，因為我覺得自己搞掂先去搞人哋咯，所以嗰陣時冇諗到宣教咯。所以去到有啲咩作為咧，但係聖靈更新我之後，我就睇到神可以咁使用我祝福一啲人，我都可以去祝福更多人。咁我去到時候真係發覺係好需要。咁去訓練嘅時候，我哋都興起當地嘅人，興起當地嘅人俾神去使用。咁神咧，我又感謝神喎。除咗我哋在教導去興起一些人去服侍神，亦都透過我們去經濟上幫他們起了在肯亞的一個聖經學院的地方，在坦桑尼亞就起了那個他們給了兒童 的教牧的地方。那現在在這個利比利亞，我們都會起一個就是幫助他買田，然後讓他耕種，因為原來他們全部的即是他沒有耕種，因為他內戰了很多年了，他們沒有耕種，於是他們就很多靠外面那些食物入口，即是他這個國家是那些農業啊、工業啊，完全是非常之後退的。所以求神去幫助我們，一方面有福音，另一方面他們的經濟，當幫助基督徒更加有經濟的能力，我們配合神的計劃，最重要當然是福音能夠被神去使用。嗱，呢個經文我哋一齊讀啊！因為萬軍之耶和華賜福給他們，說：埃及我的百姓，亞述我手的工作，以色列我的產業都有福了。嗱，呢度好特別喎！埃及係神嘅子民喎，即係神會稱佢做子民，即係神認領咗佢，認領咗佢埃及係我子民。由亞述我工作，即係我喺嗰度要做大嘅工作，我要喺度更新改變。咁然後咧，以色列我產業，我好似呢個產業，我建立呢個產業咁嘅，咁咧都有福了。咁我哋一齊讀啊！神看我們為子民，神能夠在絕境祝福人，我們順從神就蒙福。就係神咧，係睇我哋係子民，我哋都係好子民啊，係神嘅工作，係神嘅產業。神能夠喺絕境中幫助，而家係好絕境嘅。但係神又即係好多人都好絕境，你睇到新聞有時都講啲情況好絕境嘅。但係呢啲情況反而咧，神係會做工啊！令到不同的人，你上網看真的有很多不同 的見證。那我們走在神的路就蒙福了，即是我們走在這條路，神就喜悅你，神喜悅你就為你開路。其實我們一直有個奉獻，我們希望什麼呢？將來有些人有心可以支持他一部分的錢去到這些的地方去宣教，但首先你預備好自己，你去到都做不到事的時候呢，只是你控制個攝錄機咧，就佢哋都識得幫我嘅。呢、這個唔係好需要嘅，係你去到真係識得幫人、為人祈禱、去鼓勵佢哋。咁你又將啲鼓勵帶俾其他人。咁呢個咧就係我好想大家能夠做得到嘅。咁呢個地圖啊，可能點解佢哋會信耶穌咧？嗱，呢度列出一啲嘅原因，因為佢哋有好有人調查。其實我買一本書，大家有興趣都可以買嘅，就係、是。凌風飄起，個飄咧係三個火，然後右邊有個風嘅凌風飄起。咁啊，去邊度買咧？去呢、这個旺角嘅
基督教書樓十樓嗰度咧就有賣嘅呢本書，有啲書局冇得賣，我一齊讀下。確實嘅救恩，耶穌的性情，聖經有能力，意象和異夢，與主相遇，神和人的愛，與神的關係，禱告，人的見證，自己去尋找，即有不同嘅因素。第一就係神嘅救恩好確實，你信耶穌可以得救。喺一啲宗教裏面咧，婦女係唔可以上天堂嘅，有啲甚至咧稱呼婦女係乜嘢咧？係雅嘅動物，所以佢哋咧係唔會愛佢嘅妻子嘅。佢真係咁講嘅，係 mute animal， 即係佢弄雅佢，即係唔準講嘢，弄雅佢係完全可以家暴係合法化嘅，佢可以打到到死嘅。咁啊睇到個故事係點咧？有一個太太咧。佢夜晚佢個太太佢丈夫一路都冇翻，佢結咗婚之後一路都冇翻，即係未翻屋企，佢就好驚，佢就諗到有一個，因為佢屋企冇電話嘅，佢就諗到有一個人，佢可以去佢屋企嗰度打電話。佢去到嗰個人同佢講，佢話你犯呢樣罪，因為佢哋嘅女人係唔可以夜晚出街，你犯呢樣罪佢會打死你，即係可以咁嚴重啦。咁佢翻到嚟咧就喺街上打佢，因為咧佢話我要俾街上嘅人睇到，佢話你最大罪係咩咧？不是說他夜晚出街，夜晚出街是很大罪，你是你干預我的做的事，你會去找我問我做什麼，這個是你最大的罪，即是會這麼嚴重的情況，所以裡面有很多人的反抗，即是我們聽到這些事我們才知道原來他們的世界是這樣的。所以他們有時候苦難呢就即是生出這些人呢就會有悔改的心，因為他聽到哇怎麼這樣，即是他受這樣苦的時候，而他當他一接觸基督教，哇，有確實的救恩，同埋有耶穌那種愛和接納，同埋可以經歷到耶穌的愛，經歷到神的同在，他們真的覺得很有能力。同埋睇聖經，其中一樣就是他睇聖經很多就信主了，異象異夢這個是神用的，他有人有講就帶70%的這些人信主都是有見到異象異夢的，與主相遇就是經歷到神跟他一起去親近他，又經歷到神 的同在，還有神和人的愛，他們經歷神的愛和人的愛，他們很多去到教會發覺基督徒很關心他們，我希望我們都是這樣，有些教會真的沒有這件事，不懂得去關心人，我希望我們都有這個心去關心任何來到新來的人都去認識他們，不要經常都覺得自己客人有很多人，我只是得來得醫治，但我希望你成為這裡的主人，是一起的，一起服侍的，同埋同神的關係，可以同神的關係，在他們來說是新消息來的，因為點解咧？佢哋同神係遠嘅，係冇經歷到嘅，但係而家可以經歷到同神有關係，同埋咧佢哋可以禱告經歷神。另外一個就是可以禱告經歷神啦，同埋有人嘅見證，好多人嘅見證，同埋自己去尋找呢啲造成咧，即係佢哋有經歷神啦，基督徒嘅愛心啦，基督徒向佢傳福音，呢啲基督徒係好勇敢噶，有啲基督徒因為咁而被殺噶，有啲教會因為咁而被燒噶。但他們都依然是勇敢去做，我希望大家的心裡面就關注這些群體，因為神是凡事都能，馬太19:26，耶穌看就他們說，在人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在人不能的，他們不可能信耶穌，但是在神凡事都能。我們一起讀，神凡事都能，神能改變政局和我們，我們可領受大能力，就是神凡事都能，他什麼都得，他能夠改變政局和改變我們，我們可以領受大能力，因為在神凡事都能，我們可以有大的能力，那些能力從哪裡來呢？是神那裡來的，只要我們有信心，神就會做大的工作。譬如我們有一個弟兄，他回星期一，他來了一個月左右，他就開始本來吃8粒藥，他變成吃2粒，然後來他又試一下，他一個星期都不吃藥，完全不吃藥，他都發覺都睡得，即是他都睡得可以，咁咧就發覺神嘅工作好大，我哋有呢個信心，睇住神嘅工作，我哋就有信心俾神更大使用。所以我哋喺呢度操練，操練得多啦，我哋就去到邊個地方都夠膽去做。咁所以希望大家領受神嘅大恩大能，而好重要就係我哋有大恩大能，同埋有我哋好行為，我哋生命嘅表現係咪仲係喺煩惱之中咧？有煩惱快啲醫好，跟從神嘅方法，活在神嘅愛中，主理生命。日日處理生命嗰啲垃圾唔使食嘅，唔使介意人講嘅嘢，冇權柄嘅。佢鬧我哋嗰啲説話唔會致命嘅，佢唔會傷到我哋，我哋唔放喺心上就得噶啦。我哋一齊讀啊，馬太5:16。
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即是我们的好行为，这些人都是去到教堂看到基督徒很有爱心。其中一个故事是这样，我看到他是怎样。有个人被一个曾经去教堂的人骗了钱，他于是呢他又为什么去教堂呢？他问回人，为什么那个人是你要教堂，你骗了我的钱？那那班基督徒就说，好，我们尽量帮你看看找不找到这个人，尝试去拿回这些钱。而这个人去的时候呢，就见到那些基督徒的改变，那些生命，于是呢他就开始初头很大挣扎，但后来慢慢开放开放，以致他信了耶稣。其实这些很多人呢，他们都真的很大挣扎，然后他信耶稣的。咁信耶稣之后就很大改变。咁其中一个例子咧，就系佢改变咗，由跟住佢太太咧，同埋啲仔女嚟到。咁嚟到之后咧，佢初头想即刻话俾佢听，我信咗耶稣，但系咧个谂法都系唔得嘅，佢哋嚟讲好难接受。但系佢太太问：点解你而家对我咁唔同嘅咧？咁好啊，以前唔系咁嘅，即系当佢系动物咁样嘅，系随时闹，随时吩咐你做乜做乜。譬如我见到有啲喺一啲国家嗰啲基督徒都系咁样嘅。佢话嗰啲女人结咗婚咧。就是你不要停的，你不要坐，你由早到晚就在那裡做，總之你是不是都要做些事給個奶奶和老爺看到的，整天都是這樣的，兩公婆不要坐在一起的。是基督徒啊，他跟了他們周圍的人啊，即是你們呢，個太太來到呢，就是要做好像奴隸一樣，不斷做，即是不斷整天都要做事，你們不要用時間，那什麼時候可以一起呢？就是在床上的時候可以一起，那時候只有一陣間的時間，老公已經睡了覺了，可能就是這個時間。所以他們的婚姻是很困難，也都是跟了他們周圍的人的方式，很多時候都是女性的身份是很低的。他們見到我們的姊妹去，曾經都問我，他經常都叫她做媽媽，我說那些不是媽媽來的，那些不是媽咪來的，因為他們的女人個個都要結婚的，你不結婚是沒有身份的。在香港很多女人沒有結婚，他們很驚訝的。所以我們去到那時候作見證，我們又開心又沒有結婚，有些當然有些結婚，有些沒有結婚都這麼開心的，不是一定要結婚的。但是他們的社會是很困難，因為他們沒有結婚是沒有工作的，這個是一個很困難的情況。好了，神的屬性一起讀，神充滿美善，神能將美好生命賜給我們，活出基督就帶來順轉，就是神是很美麗、很美善、很善良、很純全、很溫是温和的。耶穌說我的心裡柔和謙卑的，他現在能夠將美好的生命給我們，而我們能夠活出基督的生命，就能夠帶人信主。如果你在香港，那些人看到你經常都睡覺睡不到，經常都苦口苦面的，經常都哭的，經常都憂愁的，他就說你信耶穌跟我差不多，我又是這樣，你是這樣。但如果我們有喜樂平安，我們耶穌說我們在這個世界上，我們不要被這些人影響，我們為什麼要軟弱呢？我們剛強，靠耶穌經常想神的恩典，我自己盡量在經常都想耶穌愛緊我，不用受這些影響，不用覺得困難，神一定祝福的。這個時候呢，我經常都有力可以選擇喜樂的，感謝耶穌。在聖經裡面講到勇敢，我們基督徒有多少勇敢？初期教會的勇敢，我們看一看，他們因著信制服了列國，行了公義，得了應許，堵了獅子的口，滅了烈火的猛勢，脫了刀劍的鋒刃，軟弱變為剛強，爭戰演出勇敢，打退外邦的全軍。這裡有些就是舊約的，譬如呢制服列國，譬如大衛啊、所羅門啊那些，堵了獅子的口是誰記不記得？是的，但以你了，滅了烈火的猛勢是誰呢？但以你的三個朋友，沒有但以你在內的那三個朋友，就入了個火裡面，即有各樣的情況。他們有什麼呢？在爭戰顯出勇敢。你是不是勇敢的基督徒呢？勇敢不是一定要大隻，不過大隻有幫助的，你鍛鍊肌肉是有幫助的，做事會夠力一點，做事即有些人呢沒什麼力的，即需要鍛鍊一下體力的。但是勇敢不等於大力，大力不一定勇敢的。我們一起讀，神完全勇敢，神能使用困難叫人勇敢，我們從受逼迫者學習勇敢。神是很勇敢的，即是祂能耶穌來到為我們死，他很勇敢，祂承擔罪承擔咒詛是很勇敢的，祂被人
既兆喺天堂係享受，享受到不得了。佢嚟到世上俾人拒絕，俾人逼迫。神有勇敢，同埋神能夠使用困難叫人勇敢喎。點解嗰啲地方嗰啲人咁勇敢咧？在困難之中佢反而勇敢。在香港基督徒有些人不是勇敢，不過有些都勇敢。勇敢過以前，近代也有一個運動在香港，就是短宣運動。這個是感謝神，是很多人去了短宣，但是有些就只是暑假去一去，或者幾年去一次。我希望我們當中都有人能夠，你可以計劃定你的短宣，告訴我你何時得可以拿到假，我們就可以計劃一些地方我們一起去。我們應該受在那些受逼迫者那裡學習勇敢。為什麼他們這麼勇敢呢？所以你去到看到他們這麼勇敢去學習了。跟著這個講困難了，少順境的基督徒是極勇敢的。順境的基督徒是很少很勇敢的，因為他呢有什麼事呢？哇，這樣不行喔，死了，哇，被人打喔，我失去這些東西喔，我沒有份工喔，我沒有前途喔，即就會很害怕很憂慮，好像龜咁嘅樣，好懼怕。咁然後咧有能力啦，我點樣有能力呢？使徒行傳四章三十一節，禱告完了，聚會的地方震動，他們就都被聖靈充滿，放膽講論神的道，就係佢哋被聖靈充滿就放膽啦。腓立比書一章十四節，並且那在主裏的弟兄多半因我受的捆鎖，就篤信不疑，越發放膽傳神的道，無所懼怕。當時保羅被人捉了去坐監喎，腓立比、哥羅西、以弗所都是坐監的時候寫的。他呢因為他受捆鎖就篤信不疑了，見到他這麼堅定的信心就越發放膽講神的道。但如果有時香港人捉了去坐監呢，就會嚇到不得了，就會說哎呀早知不要去啦，去了搞到這樣就會很害怕很害怕。所以求主给我们有这种勇敢，一起读啊。神的话有大能，神能透过他的话救人，我们学习放胆传道，就是神的话有大能的，放胆讲论神的道有胆量，放胆传神的道有胆量去传神的道。神能够透过他的话救人，去改变人，他的话要很有能力的，我们学习放胆去传道了。好多基督徒是怎样的呢？没胆没力没言语，冇嘢講到出嚟，除咗講新聞啊，講啲咩誒娛樂新聞啊，有啲咩食啊，咩玩啊，被捆綁啦，即係成個人嘅生命係好似冇力量咁樣啦，喺最終咧俾魔鬼影響啦，唔能夠發揮，唔能夠進入神嘅計劃。大家有冇入咗神嘅計劃咧？有冇入咗咧？好多基督徒的而且確係咁嘅情況，入唔到。根本佢冇呢個心，佢成日話我嘅困難好大。其實那些困難更大，那些人的困難，那些屋子爛得不得了，可能被人充公了，可能他們可能你要流亡的，可能沒有了家裡的，他能夠家裡你如果流亡你今天要走出來，你會抬些什麼走呢？你想想，你如果你真的今天香港你是要做難民的時候，你家裡拿些什麼走呢？身份證。身份證即是你自己想想你帶幾樣東西，他們就要帶了，即是帶了多少就帶多少，那你又不能帶得太多，因為行行很遠路的嘛，是完全不知道去哪裡的，完全不知道在個過程中可以什麼都失去，但是他們反而有些是勇敢的。神在末後要興起精兵，是需要更多這樣的人。如果沒有精兵，怎樣去興起更多的基督徒呢？怎樣去更新更多？香港基督徒學了很多聖經，不過學了又可能又不記得了，有機會讀又不讀，但是有很多地方他們真的很難去有機會這樣聽聖經。你們聽很多的了，如果你記得我的道可以講回這道可以的，其實有很多道已經講了，你有空聽一聽，你可以記得回，你可以講得回出來的。那怎樣得力呢？那這個圖很簡單的，是不是一個圖看到完了？第一，多親近神，是不是一起讀多親近神？第二咧，應用聖經，然後跟住咩？記唔記得啊？仁愛、喜樂、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實、温柔、節制，呢啲係咩啊？聖靈嘅果子，即係話咧，有神嘅同在，有聖經，然後有聖靈嘅果子，然後做咩啊？天天清理垃圾，處理生命，跟住又點樣啊？傳福音啦，咁嘅人係有福嘅。即係話個方法係咩？親近神，有聖經，活出聖靈嘅果子，聖靈嘅果子先，生命嘅果子先。然後清理垃圾，
然後咧去服侍主，咁樣咧就能夠進入神高層次嘅生命同埋服侍啦。嗱，勇氣可以建立嘅喎，逐步建立。有時候咧，你只需要踏出一步嘅勇氣喎。嗱，呢度你大家有冇行過一條木嘅橋啊？驚唔驚啊？驚啊！但係你踏出一步行到，可以再行。如果唔行到，咪坐低嚟壓過去咯。即係總之用任何方法。如果你真係要走過人都走嘅時候，你一定要咁做啊！好啦，跟住咧喺度諗啊，呢、這個人喺度諗，佢會喜歡談乜嘢咧？又揾話題。嗱，呢個勇氣啊，同人傾偈揾話題去傾偈，呢個係一個勇氣。咁有時可以關心人啊，問下佢咩可以為佢祈禱啊，啊你近來點樣啊？然後咧踏出去同人招呼啊，同人傾偈喎，去關心人咯，去輔導人喎，去同佢溝通喎。我哋喺禮拜一有侍奉嘅訓練嘅，然後咧去實際行動嘅關心啦，同埋去傳揚福音，即係逐步建立，逐步踏出。有啲人話：我唔制嘅，我唔敢嘅，我唔敢同人傾偈嘅。呢、这個衝破點解我哋唔敢同人傾偈咧？有啲咩障礙咧？咁而可以逐步建立恩賜同埋能力喎，即係我哋一下子去唔到嘅。建立同人哋溝通，建立同人哋查聖經、傳福音同埋分享信息喎。點樣去分享咧？同埋咧，亦都係去説短宣喎。嗱，呢班就喺坦桑尼亞嗰啲小朋友，我見到我就話。神啊！呢班小朋友咁多年，我一去到落車啊，成扎走過嚟嘅，係好歡喜嘅，好中意嘅。佢哋玩咩玩具咧？踢嘅足球咧，係揾啲繩啊，唔知咩咁扎扎扎扎咁樣扎埋一個圈嘅，即係個波唔係真波嚟嘅，即係扎咗個一個繩球咁樣就做波嘅。咁有啲人玩咩咧？揾到個嗰啲單車碌啦，咁啊揾支棍咁樣有個圈咁樣推住佢咁樣行咧，咁啊就叫遊戲噶啦。咁咧有啲咧就～有個碌仔啦，揾支棍咁樣，咁樣推住個碌仔咁行啊，即係揾個碌仔有支棍啦，咁有個地下，即係呢啲咁嘅玩具噶，去到嗰啲小朋友，咁咧佢哋見到我咧，就個個都好歡喜啊，又握手啊，又笑啊咁樣樣，咁我見到真係覺得好可愛啊，即係但係佢哋，即係我就同佢講嘅時候，佢就即係提議我可以為佢哋籌建呢個嘅建築物，俾佢哋可以有呢個主學，可以有佢哋嘅兒童嘅活動嘅地方。所以求主幫助我哋，都關心呢啲人，出錢出力同埋禱告去支持佢哋，亦都諗下嗰啲受助者嘅感受。譬如其中向嗰啲人傳福音咧，唔可以直硬 sell 嘅，唔可以 hard sell， 唔可以硬銷嘅，因為佢哋唔能夠一下子，係需要好多嘅關心，留意佢有咩感受啦。以善勝惡，就係佢就算唔好，我都善待佢嘅。留意佢有咩感受，又接受對方會拒絕，佢拒絕都唔緊要，我都有耐性嘅。咁呢啲都係我哋需要建立嘅，喺香港一樣用得著嘅。Hard sell 係唔會有好快嘅結果嘅，係必定係慢慢建立關係，留意佢咩感受，有咩唔開心回應佢，以善勝惡。佢對我唔好，依然對佢好，或者有一日改變到佢，佢有時拒絕唔緊要嘅。你願意成為基督嘅精兵嗎 ？Yes。感謝主。咁啊，希望真係有行動，因為呢個世界需要咁嘅人。我感謝耶穌俾我。以前咧，我就覺得做牧師咁有咩策略我都諗唔到，只係講道啦、查經啦、咁啊探訪啦、打電話啦，咁仲有咩做咧？我都唔知做乜嘢。但我而家知道係可以興起更多人俾神去使用，你都可以嘅。你唔好以為你唔得，你可以嘅，你可以俾神一步步嘅使用。嗱，我哋一陣，我哋一齊合埋眼去禱告。神啊，感動我哋嘅心。求你感动我们的灵，让我们的心里面有这个悔改的心。我们很多的懒惰基督徒，很多软弱基督徒，很多灰心的基督徒，很多惧怕基督徒，永远都是要医治的基督徒。求主耶稣感动我们的灵，求主耶稣和我们一起，求你施恩祝福怜悯。神啊，我们需要你，耶稣，我们需要你。主耶稣，求你在我们群体中兴起人，在我们群体中兴起人，不是只是注目在自己的困难，在我们群体中兴起人给神使用。主耶稣，多谢你，因为你爱我们，你怜悯我们，耶稣，你怜悯我们，叫我们不要
是不冷不熱的基督徒，是軟弱的基督徒，神啊，只是需要醫治的基督徒。神啊，我們第一件事可以就是更加委身教會，我們回來教會不是只是僅僅聽到編道，我們回來教會是更加投入，早回來去關心人，去歡迎人。所以希望大家習慣早回來教會，投入去認識人，可以看我們怎樣去輔導人，怎樣去幫人，我們就學習到怎樣去有這個服侍的心態。我們越服侍神，就越祝福我們。多謝耶穌，多謝天父，多謝天父。哦，耶穌委身教会，委身去服侍学习，有边个愿意行动的？请你起身，神啊，我哋愿意嘅。神啊，求你指引我哋，使用我哋。唔好见到人起就以为系你真系行动。神啊，我哋愿意俾你使用，我哋神，神你使用。出你有啲乜嘢願意俾神用嘅，你可以具體講出嚟。有邊個願意具體嘅？具體有啲嘢你想俾神用，你可以大聲講出嚟。敬拜代禱。好，敬拜代禱。仲有邊個？我鼓勵大家喺大使命嗰度去諗。我們發覺保羅呢，他有很多祈禱，但是他是很多去傳福音和建立靈命的。我們要傳福音成為全福音的器皿，感謝主，有全福音的器皿去拯救人。我們禱告代禱，又跟著我們就行動了，求主幫助我們有行動的。求你興起我們的生命，更新我們的生命，改變我們的生命，提升我們的生命。
幫助我們知道我們有一天要交帳，如果我們將恩賜埋藏在地裡面的時候，或者將我們的金錢埋藏在地裡面的時候，我們其實越來越貧窮，不是更加豐富。當我們願意獻上的時候，神更加叫我們豐富，神更加叫我們有豐盛的一切去祝福別人。求主你幫助我們獻上我們的金錢，獻上我們的生命，獻上我們的才幹給神使用。多謝主，感謝主。